在近日开始为新群入的展开打歌活动，女孩们每一个舞台都能为粉丝们带来不同的惊喜，尤其是造型以及服装方面更是相当惊艳。在此前音乐银行的打歌节目中，女孩们就因另类的舞台镜头而成为话题。在最新人气歌谣的舞台中，镜头还特意配合歌词，给观众带来了不同的舞台体验。女孩们在这场打歌舞台的服装似乎是向好莱坞提倡中性的代表人物马琳戴德利致敬，她是1930年代首位在电影中穿燕尾服和大礼帽的女性，正好完美符合这次女孩们回归的概念。在打歌当日正好是 MINI 的生日，在结尾环节中 MINI 还戴上了道具眼镜，瞬间一秒变成了甜妹呢。相信 MINI 在粉丝们的应援下会度过一个难忘的生日，也期待女孩们能获得越来越好的成绩吧。